史上第一次，美国国会针对台海一旦引战进行兵推，有更多细节流出。美军除了无法攻击台湾之外，这项兵推居然显示了这一场战争如果一旦发生，将会延长整整一个月。共军攻台的过程当中，会有80艘的共舰被击沉，多惨烈的一个月。而这个兵推过后，我们今天下午要告诉大家，为了阻绝共军犯台，美日势必跟中国展开航母大对决，要在台海展开怎么样的一个海上对峙？好，这次啊是由美国众议院，它其实有一个这个美国对中国的一个事务的这个小组啊，然后来进行啊这次的这个兵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呢，对于哈中国大陆是美国未来最大的这个那个挑战，他们基本上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这个兵推啊，其实进行了两个小时。那这个两个小时，其实从兵推的角度里面来讲，进行算快。那兵推其实呢，它就是一种啊，严格来说也是一种桌游。那这个桌游是什么？其实是以兵棋啊来进行的这样一个桌游。那结果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现在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政策，特别是啊美军的威慑能力啊，其实已经不足以啊挡下中国大陆现在对台湾的这样一个军事攻击的可能性了。他们认为这个战争如果真的爆发，第一时间呢可能会啊延长到大概至少一个月以后，而且呢甚至有80000的这个大陆的这个共军呢会在台湾的这个西北部啊这一块、啊、进行登陆。而且呢，美军虽然说靠先进武器的帮助，它也可以集成到大概差不多80艘的大概大共军的这个舰艇，但其实也发现，一旦把这80艘的这个共军舰艇集成以后，美国的先进精准的这种啊反舰飞弹武器呢等等就不够用了。好像我现在讲到的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月，台海一旦引战会拖一个月。台湾的能源能不能拖一个月？台湾的对外经济能不能拖一个月？这是我们关注的。再来。如果这一个月之内没有办法有效的吓阻共军的话，美国要怎么样提高它的力道去防堵，让共军不至于妄动呢？没有想到兵推之后，共军发布了这样的一段画面。好，这次大陆啊，他们所公布的这个影片呢，它叫做角龙行动，它的模拟啊是对西太平洋进一个重要目标进行作战。当然，西太平洋的重要目标是谁，大家都知道嘛。它其实这个哈、啊、影片之中，大家我们刚刚看到有几个重点哦。第一是它一开始动用到这个潜舰。这个潜舰本身呢来讲，它其实是利用潜舰上的这个特战部队，然后呢进行特种渗透作战任务。也就是说，它其实已经把美军的这种登陆啊，或者说美军的这个对外军事行动，都已经啊当成一个行动指导来做了。也就是美军有什么，美军能什么。解放军也要能什么？然后第二个一个重点画面呢，虽然说时间很短啊，它正好就是啊看到中国大陆现在的航空母舰啊山东舰，山东舰的这样一个影片，山东舰你可以看到上面警铃啊响了之后呢，开始啊发射舰载战机啊升空开始进行作战。那这个时候一晃眼而过去的这个画面呢，上面大概数到差不多啊那个上面有20-21架左右的歼十五战机，其实也就代表告诉大家，现在解放军的这一艘山东舰其实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这样一个作战能力了，也就是说你。不要再把它视为一个那个训练舰，或是哈正在哈这个形成战力中的这样一个单元。对不起，它已经是一个对解放军南海舰队来讲是一个可视战力。而且呢，除了之外，我后面一个 cut 更让大家啊心惊胆战是什么呢？可以看到大陆的包含呢，它2艘的075的这个两栖作那个作战舰啊，包含它的最新两艘，你可以看到这2艘两栖作战舰呢，其实上面能够搭载哈多架直升机同时起飞。对哈，目标进行啊紧急啊那个3栖联合登陆作战。那这2艘，一艘大概通常可以搭载1个营左右的这样一个两栖部队，然后2艘也就等于说它一次可以投射2个营的这样一个基地那个兵力。那这个兵力并不是说要马上就能够结束战争，而是要那个夺取重要的战略目标之后，让后续解放军在进行登陆的时候呢，能够免除来自于啊地面守军的威胁。等于说我先把部队登上去，弄个桥头堡，桥头堡做好了，你部队就可以后续部队就可以上来了。所以他的目标是什么？西太海域，不言可喻，基本上大概就针对台湾而来。好，像我现在讲到了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所有对美军的威胁，共军来自于水面的，来自于水下，甚至还有舰载机空中的3D 作战，还有。刚刚美国国会的兵推打了一个月，打完之后，美国的反舰武力大概也耗光了，都已经兵推成这样子了，美国该怎么来补强呢？所以现在对美国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买武器跟储存武器在台湾。首先呢，你可以看到美军的这个印太指挥部的指挥官呢，阿基里诺，他去国会这个听证会，他说了什么呢？他说要求国会拨款，赶快啊采购三种武器啊，来应对啊大陆的这个共军。因为他们这次啊，其实在整个兵推里面，他们就发现，他们原先最依恃的哈、啊、是什么呢 ？AGN-158C，
从最早的这 AGM-158A 到 AGM-158C， 美军的数量虽然说非常庞大，但对不起，这个飞弹它本身啊，在面对大陆这么大规模的这个海上的这个兵力攻击的时候呢，很快的就消耗光了。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它必须要迅速的补充三种啊这个先进弹药。首先是什么？他说啊，美国海军需要去买标六 Block One 的这样一个飞弹。标六 Block One 呢，大家一听到标六 Block One， 都认为说这是一个防空飞弹，对不对？的确，它的确是美军啊现在啊非常重要一个新的这样的防空飞弹。它不但能够反弹道飞弹，它也能够防空，而且呢，最重要就是说，它本身这个飞弹啊，它当初在研发生产的时候呢，它将它的什么，它的那个后面那个加力器，也就我们讲到助推火箭，尺寸增加了，从原本的大概13寸左右增加到21寸，让它这个飞机那个飞弹飞行的数量可以大幅的这个增加。第一，射程啊更长，拦截的高度更高，而且最重要是它的速度啊，可以比原先的标二大概四倍音速，能够更提高大概到5到6倍音速，甚至有可能啊比6倍音速更高。那这个时候，这个飞弹能拦什么？告诉各位大家，就是要去能够拦大陆的高超音速武器。为什么？因为高超音速武器啊，它飞得很快，甚至能够变轨。对于现有的这个防空飞弹来说，你不管是标三啊等等，去拦它还真的是力有未逮。所以美军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新的飞弹，然后能够好应对中国大陆的高超音速武器。第二个，连陆战队登场了。那对于美军来说，他们现在希望陆战队也能够采购啊，用那个弓箭的战斧巡弋飞弹。战斧巡弋飞弹跟鱼叉飞弹啊，其实它差异在哪里？他们原先都是一个妈妈生出来的，你知道吧？但是鱼叉飞弹的射程短，大概差不多100多公里哈。如果长射程大概到200多，像鱼叉公路巡弋飞弹大概到300多公里。但是战斧飞弹它的射程就超过1000公里，甚至1500公里。也就是说，它如果能够将弹头的这个所谓的战斗部，也就是啊这个巡标部的这个部分，能够把它强化，让它能够打到飞到1000公里以外，然后再次哈开启巡标器寻找目标，或是由当时哈卫星啊等等哈各种啊那个传感器传感给它的最新的敌方的目标资讯的话，他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可以哈这个打到哈那个重要这样的舰艇。而且因为以这个战斧飞弹来讲，战斧飞弹这个大小其实比鱼叉飞弹大很多啊，所以他在发射的时候其实可以先预先输入15个目标，而且它有450公斤的这个穿透的这个高爆弹，击中军舰其实很严重的。那陆军的方面呢，这个时候啊，对美国来说就希望他们能够采购那个精准导引飞弹，也就是啊，以现在 HIMARS 火箭发射车，他所发射的这个 ATACMS 那个炮兵啊，这个反炮兵飞那个炮兵飞弹，能够更升级了，能够升级到这个精准打劫飞弹。为什么？因为它射程也长，大概啊可以到目前呢、原本开发的时候是希望500公里就够了，但对不起，他们现在认为如果在西太平洋这些岛屿要能够牢牢的封锁住解放军的海上舰队的话，你的射程至少1000公里以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就希望借由海军的防空飞弹啊，甚至也可以拿来反舰的，然后陆上那个陆战队也发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反舰的，然后再加上精准导引飞弹也是要反舰的，重点就是要让大陆的这个海军呢没有办法突穿第一岛链。所以台海太重要了，台海出事全世界要出大事。美国同盟的这个大联盟现在是不是出现了破口跟漏洞了吗？直接被点名的居然是法国空巴哦。其实当然了，法国因为其实他本身在这个上次就是他曾经说嘛，他说他其实在对外政策上来讲，这个不见得一定要当美国的小弟啊。其实法国他一向是走这种所谓的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这个路线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言论，其实我们也必须不能也不无需指责他。为什么？因为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不同的外交利益跟这个外交政策。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前国务院发言人呢，他就说什么呢？今天空中巴士这个那个公司啊，这次啊，那个马克宏去了这个北京，然后北京啊大手笔大量的下单买的这个新的空巴，数量非常庞大。那这个时候呢，这些啊卖给中国大陆的这些空巴飞机，是不是有可能转化为啊这个大陆的这个武器啊那个所哈这个吸取其啊之中的这个精华？等等，我问你，空巴是客机，它是商用的，对，它跟武力犯台什么关系呢？其实因为这次他们卖的这个空巴哈，他们主要不仅仅就是说把飞机卖给中国大陆而已啊、其实也要透过跟中国大陆合作生产，然后让中国大陆啊，基本上来讲也能够得到所谓的工业互惠嘛，就是说我跟你买这个工业产品，但你也有一些要在我这边做啊，这个就 offset 这样一个概念。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空巴哈在中国大陆的合作伙伴是谁大家知道吗？就是中国航空啊，航天工业集团，而且呢负责这个空中巴士这个计划，也就是
A350 啊，它整个这个飞机啊之中呢，有5%的机身呢是在这个西安啊，也就是西非来做的。那甚至啊，像 A320 的机翼，然后也是哈由西安所制作。那这个时候，你空巴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先进的这个制程啊，或者技术啊等等，可以透过这个授权生产的过程呢，让中国大陆比如说可能拿到一些比较新的，包含复合材料啦，或甚至可能强度更好的啊这种结构设计方式啦等等。也那个也就是说啊，因为以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西非来说，西非就是你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运20，你可以看到这个运20这个飞机的构型啊、外形啊等等，跟美军的 C-17 啊非常的像啊。这个时候呢，如果就是说未来哈、啊、空巴它的这些那个生产飞机的这个技术，然后由西非啊看在生产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些好的这个技术可以作为未来运20改良的时候呢所用。夏伟的意思说，今天西非这家公司太敏感了，一手他接单帮空巴打造机身，一手他又负责帮共军生产运20，技术会不会在这个地方流通？对，也就是说西非有可能啊，在生产空巴的过程中得到更好的技术，然后呢去改良他们未来的运20。我们连续几天关注了台海惊心动魄的兵推之后，来看国防部公布的这段画面，已经是美中台航母对决箭在弦上了吗？这是山东号航母迫近恒春半岛，距离鄂伦比居然只有120海里。我们今天马老师要带大家从破纪录的舰载机起降，看看这一艘航母对于台海的威胁。当然，对美国来讲，绝对不会让台湾孤军奋战。今天晚上我们看这个现场，美国在南海从日本、台湾到菲律宾筑起了一道死神防线，做什么呢？要演练封海大航母的戏码，后续会怎么发展？美国众院。中共攻台兵推，全世界都瞩目，对不对？对，没错。其中有一个大家没注意，我最注意的是，他兵推的结果居然是美国跟大陆一对一对决，是没有美国的友邦出面帮忙，最后是美中定国机啊，定国机。注意哦，没有他在兵推发现没有友邦愿意出来，那我就在那边非常担心了。第一个。难道日本不出动吗？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对，日本不能不出动。是。第二个，各位，美军的新盟友、菲律宾。对。菲律宾一定要出动。如果他这电国机这两个不出动，美军影响很大。为什么？我跟大家讲，现在今天在台湾南部局势空前紧张。各位观众看这个图，美菲肩并肩演习。是。炮声隆隆，对，居然第一次选在这个巴丹岛，对，各位看位置就知道了，巴丹岛把整个巴士海峡全部掌控在手里面了。我考大家，中共的山东号航母现在哪里？现在在这个位置，不是在这里。哦，太敏感了。它在距鄂兰比是，我用公里讲，对，222公里的海上，很近哎。222公里的是欧兰比东南方222公里，对，山东舰航母在这里，对，美军跟菲军在巴丹岛做演习，好，而且演习是什么演习？第一件事情，居然用4架鱼鹰直升机，可以看这鱼鹰直升机直接把美军空降到巴丹岛上面，看到没有？4架直接空降到巴丹岛，这第一个是，第二个，海马斯。火箭在这边实弹射击，是第三个，印太司令部司令说，我们这边跟菲律宾协商，我们要在这里放长城的反舰飞弹。哇，长城可以打多远？整个火力是覆盖我告诉你，当海马斯放到巴丹岛，是当长城的反舰飞弹放在菲律宾北部的时候，整个巴士海峡全都在掌控之中。射程范围里面，这意味着什么？哎，山东号进出都在他的火网之下。不是山东号，所有中共军舰的进出是都在他的手里面。太敏感了。除了这个海马斯在这里，可能反舰飞弹放这里。是这一次美军最厉害，居然在军舰里面。注意，各位看这个 MQ9 死神无人机，死神也来了。死神无人机居然在这一次也秀出来了。各位一定要知道。死神无人机，它在这里秀出来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死神无人机我们都知道，对，现在全世界最精密的侦察无人机，对，没错，死神，哎，它也有攻击能力的。来，导播给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如果死神
放在菲律宾，是我们台湾有没有死神？我们有死神，我买了四架还没来，但我们买了四架。对，我们买了四架。日本有没有死神？日本也有死神。日本在鹿儿岛有八架。对，然后这一次现在还在军演的美韩军演，对，它到28号。对，美韩军演有没有秀死神？有，有秀死神。也就是说，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构成了一条死神防线。死神防线，那死神防线，他说马老师，他最大意义是什么？最大意义就是死神高空侦察机，当然他有攻击能力了。对，他看得一清二楚。对，一清二楚之后，你共机共建的行踪是不但是掌握一清二楚，最重要一点，导引飞弹的打击。所以他用上帝的视角找到敌人的位置，回报由反舰去打。反舰去打，所以第一个死人在空中，上帝的视野。第二个，注意我刚刚讲了，反舰飞弹，海马斯，日本也有。对，好，那我们常讲一句话，装进自强，自处变不惊啊。我们台湾刺猬之岛有没有 muscle？ 我要跟大家讲，现在我再讲一遍，山东舰的舰队在这个位置哦，是，对不对？那我们自己有没有厉害？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熊山的新家族曝光，我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反舰飞弹。为什么？第一个，它可以打800公里，反舰飞弹可以打800公里，过去是300公里了不起了。对，800，原来熊山是200，是800公里，而且最重要一点，我跟大家讲，它已经试射成功了。试射成功，全部命中靶舰。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新的熊准飞弹很厉害。是。第二个，我们有熊刺专案，他把熊山变成空射，每一个 IDF 带2枚熊山，因为 IDF 很小，是，那熊山很重。对，我们现在把熊山缩小到950公斤。对，就比如说居然可以空射熊山反舰，这就厉害了。以后 IDF 每一架带两个熊山，厉害了。第三个，我再跟大家讲，我们熊山增程型，我们熊山本来可以打多少公里？多少？200公里。现在增程可以打400公里。是吧？而且，2006年7月，我们不有熊山物色个渔船吗？对，对不起，中华民国海军今天的熊山，跟当年熊山不一样。最大差别是什么？最大差别三个。第一个，它的雷达系统改变了。对。第二个，它主动那个雷达系统改变，对不对？第二个，它的引导系统改变了。第三个，它弹头改变。是，我跟大家讲，它现在这个弹头啊，有穿甲能力。是，它500公斤的弹头啊，打到船舰之后啊，它不会立即爆炸。是，它会钻进 去，延迟爆炸。这个杀伤力才大了。这个杀就是我们延山线新弹头是这个东西。对，所以今天这个我必须要讲，山东舰搞错一件事情。山东舰航母，它距俄罗比东南外海主要多远？我刚刚讲过，222公里，好近哦。不是，他认为熊山只能打200公里，所以他在熊山的安全设局之外，但他不晓得，我今天新暴露出来给你讲，我们现在有400公里，800公里，我们有800公里，是，现在有400公里，而且再透露个秘密，完全试射成功，成功命中靶舰。好，我们现在闻到了一个味道，死神防线已经出来了。全世界最强的反舰也一字排开了，有没有一点点风海打航母的味道呢？对，好，来，我跟大家看，这居然是我们国防部今天公布的山东舰。好，山东舰，其中这个空拍照啊，第一次国防部把它，哎，看我们要看这个，为什么看这个呢？我有点怀疑它的带刀侍卫都不见了。我先简单讲一下，它为什么一定要带大保姆？因为美国是核子动力航空母舰，当然没有问题了。山东舰是烧油的，你知不知道它一天用20节走，它烧多少油一天？多少油？1100公吨。哇，所以这么大的耗油量，所以它自己带的油，对，只能走多少天？是11天，那太不够了。所以它一定要带个大保姆。是，它这出来已经走了17天了。对，它要带个大保姆在旁边。但我们再回国防部刚刚那个画面，奇怪了，国防部拍的那个画面是，居然完全注意哦。各位看，看所有那些护卫，没有大保姆，没有带刀侍卫，什么都没有，不知道到哪去了。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这山东舰是从4月7号过巴士海峡，对，在这里活动的范围迹象是看到没有？那这个活动范围第17天在这里，它
他现在往这边走，嗯哼，现在这个位置，嗯哼，好，那他为什么一直在这里呢？嗯哼，除了在这里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在这里的时候是密集练习攻击台湾，然后在这里的时候是干什么？嗯，防卫关岛来的美军，是救援台湾，他阻挡。那他有没有练习？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他在这十七天里面，你知不知道他的飞机起降多少次？舰载机起降多少次？610次。哇，这什么概念，马老师？610次，不得了的事情。才17天起降了610次，他不是浪费油量，因为我好玩功能起降，他完全战斗编队。这里面一个是练习，怎么样把关岛来的美军给阻绝？一个是练习，怎么样攻击台湾东部？好了，他靠近台湾的这一次，昨天。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发生什么事了？歼15还起飞，而且往我们台湾飞。我们有驻演，我们有广播到哦。是，我们有广播到说，你如果再往前进，我就要拦截你了。好，各位注意看，我刚刚讲了，山东舰现在这里， 对不对？山东舰在这里，然后歼15，我刚刚讲有起飞哦。往哪里飞？各位，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有9架军机是跟11艘军舰配合山东舰是走了这里来。各位如果有常看我们的那个飞机图啊，它都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是不是？对，你有看过这么长的吗？极为罕见，没有看它飞这么远的，几乎罕见，对不对？那这次飞到这里面来，你知道它有什么东西吗？它来了哪些飞机？它有一个高空侦察无人机。他九架飞机里面有高空，他要搭配航母作战的吗？对，他飞过来替航母来做侦察。是，各位不要忘记，他从这边包抄过来，航母在这里，他的歼15升空，然后我刚刚讲了，巴丹岛在演习啊，是美飞在演习。你看台湾，我们每天在睡大觉，我们居然不知道昨天跟今天台湾的南部海域。原来这么惊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好，马老师刚刚提到了太诡异的这一次的所谓的兵推，对日本怎么没有角色？对，日本角色可重了。美国驻日指挥官说，台湾如果类比于乌克兰，日本就是波兰，就是军火库的概念呢。对，好，我刚刚又一开始讲了，这次兵推居然所有的美国友邦都不动声色。对，我刚刚已经点名了，第一个菲律宾，你要让美军动，是确保了巴士海峡的控制权。没错。第二个，日本要动。对，日本动，我们东部的海域才有控制权。是。第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讲，当初传出美国要在台湾盖弹药库，是，这事情天大地大，老共一定会发火。现在国防部正式说，我们现在磋商叫做金区域紧急库存，多一个区域，对，区域紧急库存，就说我的弹药库不一定在你那边。我弹药库可能在就日本的离岛上面盖个大弹药库，是你有事我就紧急把这弹药运给你，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对，好，那现在第一个什么叫做紧急，什么状况下紧急，第二个库存是要什么样弹种，第三个要怎么样运送到台湾，这些都是问题。但是最后我要讲一个，如果老共发觉到你联手，他跟北韩联手，跟俄罗斯联手，会不会发生世界大战？这是联手最恐怖的后果，所以台海的风云往往真的会决定世界的走向跟命运。美军除了无法攻击台湾之外，这项兵推居然显示了这一场战争如果一旦发生，将会延长整整一个月。共军攻台的过程当中，会有80艘的共舰被击沉，多惨烈的一个月。而这个兵推过后，我们今天下午要告诉大家，为了阻绝共军犯台，美日势必跟中国展开航母大对决，要在台海展开怎么样的一个海上对峙？好，这次啊是由美国众议院，它其实有一个这个美国对中国的一个事务的这个小组啊，然后来进行啊这次的这个兵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呢，对于哈啊中国大陆是美国未来最大的这个那个挑战，他们基本上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这个兵推啊，其实进行了2个小时。那这个2个小时，其实从兵推的角度里面来讲，进行的算快。那兵推其实呢，它
就是一种啊，严格来说也是一种桌游。那这个桌游是什么？其实是以兵棋哈、啊、来进行的这样一个桌游。那结果他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现在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政策，特别是、啊、美军的威慑能力啊，其实已经不足以啊挡下中国大陆现在对台湾的这样一个军事攻击的可能性了。他们认为这个战争如果真的爆发，第一时间呢可能会啊延长到大概至少一个月以后，而且呢甚至有80,000的这个大陆的这个共军呢会在台湾的这个西北部啊这一块、啊、进行登陆，而且呢美军虽然说靠先进武器的帮助，它也可以集成了、啊、大概差不多80艘的大概大共军的这个舰艇，但其实也发现一旦把这80艘的这个共军舰艇集成以后，美国的先进精准的这种、啊、反舰飞弹武器呢等等就不够用了。好像我现在讲到的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月，台海一旦引战会拖一个月，台湾的能源能不能拖一个月，台湾的对外经济能不能拖一个月，这是我们关注的。再来，如果这一个月之内没有办法有效的吓阻共军的话，美国要怎么样提高它的力道去防堵，让共军不至于妄动呢？没有想到兵推之后，共军发布了这样的一段画面。好，这次大陆啊，他们所公布的这个影片呢，它叫做蛟龙行动，它的模拟啊是对西太平洋进一个重要目标进行作战。当然，西太平洋的重要目标是谁，大家都知道嘛。它其实这个哈、啊、影片之中，大家我们看到有几个重点哦。第一是它一开始动用到这个潜舰。这个潜舰本身呢来讲，它其实是利用潜舰上的这个特战部队，然后呢进行特种渗透作战任务。也就是说，它其实已经把美军的这种登陆啊，或者说美军的这个对外军事行动，都已经啊当成一个行动指导来做了。也就是美军有什么，美军能什么，解放军也要能什么。然后第二个一个重点画面呢，虽然说时间很短啊，它正好就是啊看到中国大陆现在的航空母舰啊山东舰，山东舰的这样一个影片。山东舰你可以看到上面警铃啊响了之后呢，开始啊发那个发射舰载战机啊升空开始进行作战。那这个时候一晃眼而过去的这个画面呢，上面大概数到差不多啊那个上面有20-21架左右的歼十五战机，其实也就代表告诉大家，现在解放军的这一艘山东舰其实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这样一个作战能力了。也就是说，你不要再把它视为一个那个训练舰，或是哈正在哈这个形成战力中的这样一个单元。对不起，它已经是一个对解放军南海舰队来讲是一个可视战力。而且呢，除了之外，我后面一个 cut 更让大家啊心惊胆战是什么呢？可以看到大陆的包含呢，它2艘的075的这个两栖作那个作战舰啊，包含它的最新两艘，你可以看到这2艘两栖作战舰呢，其实上面能够搭载哈多架直升机同时起飞。对哈目标进行啊紧急啊那个三栖联合登陆作战。那这2艘，1艘大概通常可以搭载一个营左右的这样一个两栖部队，然后2艘也就等于说它一次可以投射2个营的这样一个兵基地那个兵力。那这个兵力并不是说要马上就能够结束战争，而是要那个夺取重要的战略目标之后，让后续解放军在进行登陆的时候呢，能够免除来自于啊地面守军的威胁。等于说我先把部队登上去，弄个桥头堡，桥头堡做好了，你部队就可以后续部队就可以上来了。所以他的目标什么？西太海域，不言可喻，基本上大概就针对台湾而来。好，像我现在讲到了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所有对美军的威胁，共军来自于水面的，来自于水下，甚至还有舰载机、空中的三 D 作战，还有。刚刚美国国会的兵推打了一个月，打完之后，美国的反舰武力大概也耗光了，都已经兵推成这样子了，美国该怎么来补强呢？所以现在对美国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买武器跟储存武器在台湾。首先呢，你可以看到美军的这个印太指挥部的指挥官呢，阿基里诺，他去国会这个听证会，他说什么呢？他说要求国会啊拨款，赶快啊采购三种武器啊来应对啊大陆的这个共军，因为他们这次啊，其实在整个兵推里面，他们就发现他们原先最依恃的哈、啊、是什么呢 ？AGN-158C， 从最早的这 AGN-158A 到 AGN-158C， 美军的数量虽然说非常庞大，但对不起，这个飞弹它本身啊，在面对大陆这么大规模的这个海上的这个兵力攻击的时候呢，很快的就消耗光了，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它必须要迅速的补充三种啊这个先进弹药。首先是什么？他说、啊、美国海军需要去买标六 Block 1的这样一个飞弹。标六 Block 1呢、啊，大家一听到标六 Block 1，都认为说这是一个防空飞弹，对不对？的确，它的确是美军啊现在啊非常重要一个新的这样的防空飞弹。它不但能够反弹道飞弹，它也能够防空，而且呢，最重要就是说它本身这个飞弹呢、啊，它当初在研发生产的时候呢，它将它的什么、啊，它的那个后面那个加力器，也就是我们讲到助推火箭，尺寸增加了，从原本的大概13寸左右增加到21寸，让它这个飞机那个飞弹
飞行的数量可以大幅的这个增加。第一，射程哦，这更长，拦截的高度更高，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速度啊，可以比原先的标二大概四倍音速，能够更提高，大概到5到6倍音速，甚至有可能啊比6倍音速更高。那这个时候，这个飞弹能拦什么？告诉各位大家，就是要去能够拦大陆的高超音速武器。为什么？因为高超音速武器啊，它飞得很快，甚至能够变轨。对于现有的这个防空飞弹来说，你不管是标三啊等等，去拦它还真的是力有未逮。所以美军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新的飞弹，然后能够好应对中国大陆的高超音速武器。第二个啊，连陆战队登场啦。那对于好美那个美军来说，他们现在希望陆战队也能够采购啊，用那个弓箭的战斧巡弋飞弹。战斧巡弋飞弹跟鱼叉飞弹啊，其实它差异在哪里？他们原先都是一个妈妈生出来的，你知道吗？但是鱼叉飞弹的射程短，大概差不多100多公里哈。如果长射程大概到200多，像鱼叉公路巡弋飞弹大概到300多公里。但是战斧飞弹它的射程就超过1000公里，甚至1500公里。也就是说，它如果能够将弹头的这个所谓的战斗部，也就是啊这个巡标部的这个部分，能够把它强化，让它能够打到飞到1000公里以外，然后再次哈开启巡标器寻找目标，或是由当时哈卫星啊等等哈各种啊那个传感器传感给它的最新的敌方的目标资讯的话，他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可以哈这个打到哈那个重要这样的舰体。而且因为以这个战斧飞弹来讲，战斧飞弹这个大小其实比鱼叉飞弹大很多啊，所以他在发射的时候其实可以先预先输入15个目标，而且他有450公斤的这个穿透这个高爆弹，击中军舰其实很严重的。那陆军的方面呢，这个时候啊对美国来说就希望他们能够采购那个精准导引飞弹，也就是啊以现在 HIMARS 火箭发射车，他所发射的这个 ATACMS 那个炮兵啊，这个反炮兵飞那个炮兵飞弹，能够更升级了，能够升级到这个精准打劫飞弹。为什么？因为它射程也长，大概啊可以到目前呢，原本开发的时候是希望500公里就够了，但对不起，他们现在认为，如果在西太平洋这些岛屿要能够牢牢的封锁住解放军的海上舰队的话，你的射程至少1000公里以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就希望借由海军的防空飞弹，好，甚至也可以拿来反舰的，然后陆上那个陆战队也发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反舰的，然后再加上精准导引飞弹也是要反舰的，重点就是要让大陆的这个海军呢没有办法突穿第一岛链。所以台海太重要了，台海出事全世界要出大事。美国同盟的这个大联盟现在是不是出现了破口跟漏洞了吗？直接被点名的居然是法国空巴哦。其实当然了，法国因为其实他本身在这个上次就是他曾经说嘛，他说他其实在对外政策上来讲，这个不见得一定要当美国的小弟啊。其实法国他一向是走这种所谓的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这个路线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言论，其实我们也必须不也不也不无需指责他。为什么？因为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不同的外交利益跟这个外交政策。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前国务院发言人呢，他就说什么嘞？今天空中巴士这个那个公司啊，这次啊，那个马克宏去了这个北京，然后北京啊大手笔大量的下单买的这个新的空巴，数量非常庞大。那这个时候呢，这些啊卖给中国大陆的这些空巴飞机，是不是有可能转化为啊这个大陆的这个武器啊那个所哈这个吸取其啊之中的这个精华？等等，我问你，空巴是客机，它是商用的，对，它跟武力犯台什么关系呢？其实因为这次他们卖的这个空巴哈，他们主要不仅仅就是说把飞机卖给中国大陆而已啊，其实也要透过跟中国大陆合作生产，然后让中国大陆啊，基本上来讲也能够得到所谓的工业互惠嘛，就是说我跟你买这个工业产品，但你也有一些要在我这边做啊，这个就 offset 这样一个概念。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空巴哈在中国大陆的合作伙伴是谁啊？大家知道吗？就是中国航空啊，航天工业集团，而且呢负责这个空中巴士这个计划，也就是A350啊，它整个这个飞机啊之中呢，有5%的机身呢是在这个西安啊，也就是西非来做的。那甚至啊，像 A320 的机翼，然后也是哈由西安所制作。那这个时候，你空巴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先进的这个制程啊，或者技术啊等等，可以透过这个授权生产的过程呢，让中国大陆比如说可能拿到一些比较新的，包含复合材料啦，或甚至可能强度更好的这种结构设计方式啦等等。也就是说啊，因为以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西非来说。西非就是你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运20，你可以看到这个运20这个飞机的构型啊、外形啊等等，跟美军的 C-17 啊非常的像啊。这个时候呢，如果就是说未来空巴它的这些那个生产飞机的这个技术，然后由西非啊看在生产的过程中，觉得这些好的这个技术可以作为未来运20改良的时候呢所用。夏伟的意思说，今天西非这家公司太敏感了，一手他接单帮空巴打造机身，一手他又负责帮共军生产运20，技术会不会在这个地方流通？对，也就是说西非有可能在生产空巴的过程中得到更好的技术，然后呢去改良他们未来的运20。众所瞩目，蔡麦会在美国加州的雷根图书馆登场了。
这是台美关系最好的一刻，蔡麦会了。但我们进一步请马老师今天晚上跟大家分析，从美国一开始高调变得越来越克制，越来越克制，这代表什么意思？台海越来越危险。大家在新闻都看到了，美国中国已经展开了72小时的海上警巡，但是当他们放话要登船拦查台湾船只的时候，马老师，你告诉我们这个有多危险？蔡总统说，蔡麦会如加州阳光般的温暖。对，好，各位观众，阳光之后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会不会是乌云密布？乌云密布之后会不会狂风暴雨？狂风暴雨之后会不会地动山摇？我绝对不是在那边危言耸听，当然不一定会发生，但是有一点点可能，我们都要不能掉以轻心。是，好，我跟大家讲，就在蔡麦会这个正式启动的时候，有一架飞机飞起来，正在往台湾的路程中。哪来的飞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带着8个国会议员，是今天上午降落在松山机场。总统还在你们加州，所以代表说我这边这个麦卡锡带了18个国会议员跟蔡总统见面。对，另外众议院外委会主席带了8个国会议员，对，今天上午降落松山机场。共和党双面出击，要给民主党拜登政府穿小鞋。好，各位，蔡麦会到底谁赢谁输？理智跟面子谁赢了？第一个面子，麦卡锡赢了，蔡总统赢了，太有面子了。这是第一个中华民国总统第一次过境美国，遇到的美国最高的领导人，第3号领导人。对，第二个跨党派的议员18个，有民主党、共和党的，一起会晤蔡总统。对，第三个，美国发出去的邀请函上面用什么头衔？台湾总统 ，President of Taiwan， 是用台湾总，这空前的，空前的台湾总统是。注意哦，虽然麦卡锡在致辞的时候速度用口头讲台湾总统，对，邀请函是留下文字的。好，所以面子上是绝对赢了。理智上有2点，第一点，麦卡锡说我们要军售，是，我告诉你。各种军售我赶快给你，第二个贸易我通通给你，但是那是口惠实不至的。为什么？贸易你有种签跟我们台湾签自贸协定嘛，是军售以前是我们要什么向你申请，现在不是，现在是你告诉我，对，我要给你什么东西。好，真正我认为双方理智赢的是什么东西在哪里？如果老共反应太激烈，美国人民会反感，美国人民反感麦卡锡，他的声望就会上升。是，如果老共动作太大，台湾人民会反感。台湾人民一反感，辣台妹蔡英文总统是就获利，而且这也连带影响了2024的选举哦。对，2024选举，如果老共动作太大，是，但是危机重重。我先讲第一个，受到伤害的是谁？是民主党，是拜登总统，是白宫，所以他们非常低调。布林肯接受访问谈这次会面，第一个完全是私人行程，是跟官方毫无关系，尽量的淡化。第二个一中原则是绝对不变，是第三个国务院本来要出来开简报会议，是结果简报会议开之前40分钟宣布延期，延期之前32分钟宣布取消，所以他在风险控管是越锁越紧，因为麦卡锡是共和党，飞来台湾的这个外交外汇主委也是共和党，是共和党，所以白宫是民主党，他知道不能够太出来，就一直低调，一直低调，不要参与这个事情。第二个，台湾到底是获利还是祸害？我当支持蔡总统去了，但是获利祸害还不知道。我跟你讲，我把国际媒体的意见给你讲，是 BBC 我看最可怕，英国广播公司，知道它标题是什么？他写什么？台湾会面临爱到死的危机吗？我们会被恐怖情人爱到死？爱到死就是美国是你的恐怖情人。我跟你讲，现在观众猜一猜，中共对这一次这个蔡麦会不会完全不动声色？他会做什么呢？我问你，
军机来绕台加大 力道吗？还就这样子啦？这个台湾观众没什么新意了，罚了，罚了。那飞弹在打飞弹呢、啊？那也不会超过去年八月那一场吧？我告诉各位，这一次真的是恐怖了，跟空军无关，跟飞弹无关。那还有什么恐怖的？他出动海军，老共现在正式宣布。海军由海军宣布是台湾海峡巡航巡查办法。好，巡航跟巡查听清楚。第一个，巡航已经开始了。今天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海巡，中共海巡的06号这个海巡舰，对，居然过海峡中线，在台湾海峡巡航。他已经巡到海峡中线的右侧来了。对，然后我们就立即出动。是。新竹舰也是海巡，将海巡来，对，我新竹舰海巡去，就跟他在一起。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空前的央视直播，这种事情他真直播啊！央视在海巡动，注意看啊、哦，这是央视直播的是镜头，这是央视直播，这是中共的海巡06号，对，这是我们的新竹舰，是央视直播登我们的新竹舰。各位要知道，我们的海巡的新竹舰4000吨，对，其实蛮大的。对，上面有我们自制的火箭弹，是火箭弹系统，但只有一套火箭系统，所以有攻击力，但是不是很强。现在双方在那边对峙到，央视就一直直播到。这个是今天的画面啊？对，今天是最新中午的画面。对，央视的画面直播。好，这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央视直播，告诉全大陆，我们进到台湾海峡巡航了。是，我们跟台湾的海巡舰对峙了，火药气氛起来了。好，那海巡舰虽然过巡航是一件大事情，可它听起来是不是没有直接船舰炮力这么敏感呢？我告诉你，更恐怖一件事情来了。航空母舰山东号是第二号航空母舰，对，经过巴士海峡，距俄罗比200海里。哦。是，居然现在山东舰在这里巡航，200海里很靠近、欸。不是，山东舰从来没有进入南海过。哦，南海是辽宁舰的管区。对，山东、哦、他从北方下来的。南海是辽宁号的管区。是，山东舰是在东海活动的。山东舰跑来俄兰比外海，距俄兰比200海里。嗯哼，还没完，尼米兹号。在台湾东部，距台湾400海里，山东舰跟尼米兹号在台湾东南部海域对峙中美两艘航舰，所以他第二个巡航就这个巡航，第三个巡航我跟大家更恐怖，长春舰。长春舰是什么样的军舰？长春舰从与那国岛跟苏澳港中间穿过去，这就不得了了。这个地方不就是100公里宽而已吗？111公里，对，最窄的地方。111公里，各位听清楚，110公里，与那国岛到苏澳港，它从中间穿过去，是，那等于是看肉眼都可以看到了，而且它是动52西，不要忘记，动52西是中华神盾，总共6艘，对，外号就叫中华神盾，对，它上面带的防空飞弹，带反舰飞弹，鹰击，是，都是最厉害的。好，所以它第一个，它讲的巡航巡查，巡航开始没有？开始了，马老师，三个现场哎，这个地方呢，他们的海巡跟我们的新竹舰对峙，航母在这里对峙，对，然后这个地方他又穿行过去，而且我们从来没这么慎重过。我告诉你，我们的成功级跑来了，我们高雄的拉法叶舰跑来了，苏澳的成功级跑来了，我们现在双面夹击山东舰，台海这么凶险，这我告诉你，我们真的负责任讲，我们的两个舰队出来，为什么？山东舰不是一直来的，它是个舰队来的。是，好，而且长春舰更怪，它不是走掉了。日本情报单位说，它在冲绳岛70海里的地方，70海里很近了，所以台湾被海军包围。而且第二个来了，我跟大家讲，它是巡航跟巡查。对，现在老郭已经放话了。他要搜查我们的船只，这件事情今天晚上马老师好好为我们来解读这个弦外之音。你凭什么登船？哎，那个是执行公权力耶。各位，在我们的海域，比如海峡中岸，在我们这一边，好，在我们的海域，你公然
拦查、登船、搜查我的船，那是战争行为。这个是等同战争行为，等同战争行为，等同宣战。注意听清楚，中共已经宣布他是要巡查的，他要拦查巡查。各位，这只要一拦我们的船，一船我们船，国防部长邱国正说，我们已经有各个方案因应了。但他说我不能讲是什么方案因应，打仗嘛，真的要打仗吗？所以现在老共不是飞机飞来飞一下无害的，对，飞弹射一下无害的，对，他真的是海军出动巡航巡查。这个巡航巡查会造成什么事情？不晓得。我最后讲一个，李米兹号在这里，是据台湾社，他很怕什么？长春舰。他为什么怕长春舰？因为老共以前没有想过要弄这个中华神盾，我是航母哎。1996年台海危机，美国来了两艘航母，对，小鹰号跟李米兹号，对，老共想不得了，航母我们怎么对付啊？嗯，就是因为1996年两个航母来了，所以老共才开始弄中华神盾，弄六艘专门打航母，上面的鹰击飞弹可以飞600公里，而且它是。刚开始飞只有0.8，是这个马赫，马赫他最后要睡觉3马赫，连挡都拦不住。是，所以长春舰跟尼米兹号在一起太危险了。所以台海这么凶险，这还第一天，第一天对。外委会的主席在台湾要停3天，是蔡总统从美国回来还要见他们，对。所以这件事情乌云密布，还要密布好几天。王老师有一个担心，大家会去想，到了明天蔡总统要搭飞机回来，对，在飞机空中航行 landing 之前的这一段空域，要确保绝对不能出一点乱子啊。对，那这时候怎么来确定这件事情，继续让他平安的降落机场呢？好，现在美国其实也紧张，一方面他们这个一直跟大陆王毅通电话，对。唐毅通电话什么意思？布林肯也打电话，白宫的安全顾问也给王毅打电话，意思就是不要擦枪走火，不要擦枪走火。好，那布林肯呢也一直放低姿态，为什么？他还想再到大陆去访问，二月要访问，因为气球没去成。最重要的是，他一手把姿态放低，对，另外一手拉高声势。第一个，他在菲律宾居然。实弹射击了海马斯，对，第一件实弹射击海马斯。第二个，他公布了4个美军基地，是4个美军基地。注意看，设在这里，设在这里，这什么意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开玩笑，真正只有400公里。那巴士海峡所有通过的船舰，通通在我这个基地控制之下。那我问你，我海马斯要摆在这，我就可以打到你的船了。而且不要忘记，现在。山东舰航母在哪里？就在这里。太敏感，就是在他的控制之下。是第三个，不要忘记，4月11号到4月28号，演习17天，有史来最大的美国跟菲律宾肩并肩演习，全部用实弹。是美国出动12200名部队，对，美国很少在国外出动，非常罕见的、啊。对，在菲律宾群岛进行演习。是好，第四个，美国居然这一次在韩国进行演习。韩国进行演习，除了李米兹号领军之外，美韩8个舰联合演训之外，昨天最后一天，居然 B-52 现中加入演习。哦，这个战略轰炸机都出现了。B-52加入，一个是警告北韩，你再给我试射飞弹看看、一个就是跟老共讲，是我 B-52加入美韩日的演习。对，第四个，在关岛部署了岸鹰部队，这意味什么呢？对，好。各位注意看，美日韩演习在这里，菲律宾演习在这里，一南一北，关岛部署在这里，是好，然后就等于是把台湾跟中国大陆包在三角战略位置里面去，所以这一次加州阳光一样温暖的会晤之后，乌云来了，美国拜登的民主党政府是想要把乌云驱散。但是万一乌云驱不散，暴风雨就随即到了。暴风雨，但是美国你有因应暴风雨的办法。台湾人民，你做好了心理准备没有？不顾不怕共军的武吓威胁，台美断交以来，美国境内接见台湾总统最高层级蔡麦会，台湾凌晨今天登场了。
当麦卡锡议长以台湾总统称呼蔡英文总统，居然就传出了中国使馆战狼写信警告麦卡锡，你后果自负。问题是台湾总统跟谁见面，由得你啰嗦智慧吗？外交前线春暖花开，台海兵凶战危，在这里活着的是我们啦、啊。当内海化的台海，当消失的台海中线逐一发生蔡麦会后，美中台会走向更危险的三角关系吗？欸，我们先这样讲，今天凌晨哦，一点到三点之间是蔡英文跟 McCarthy 碰面，然后发表一个共同声明，但是原先我们所听说的演讲没有了，消失了，不见了，不知道为什么。麦卡锡说是跨党派的会晤，但实际上你看那个数字就知道，13名共和党人，6名民主党人，但是美国现在执政党是民主党，为什么执政党来的人不到在野党的一半？你想想看，如果今天麦卡锡来台湾，迎接他的都是国民党人，你觉得这个会面重要，重不重视？不言可喻。那蔡英文当然跟麦卡锡联合发表的声明都是说，我们双方的友谊啊史上最高，可是现场的抗争也是剑拔弩张，包含了中国的侨民租这个民航机小飞机在天上拉布条飞来飞去，然后动员抗议，甚至包含了中国的外交部、国防部、人大外事委员会和中央对台办四个机构都跟着发声明，说美国将台湾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在雷根图书馆这边是台湾总统过境外交受到接待层级最高的，是结果场外抗争的层级也是最高的。等我们再看一次，来自空中那个布幕居然就在那个地方飞过去耶，我们很少看到居然他们租下了小型的飞机拉着这个布条一路就这样飞掠过你视线所及的地方。对，那这就产生了一个挑战，就是中方现在在这样子做的时候，美方难道能够禁止吗？不对，他把这个当作商业行为，当作言论自由的时候，相形之下台湾还告诉你说不可以以美，那到底美国的言论自由值得学习还是不值得学习？更重要的是，台海真的因为你这样子的没有不着边际的共同声明，是不是真的进到兵凶战危？我们实际来看山东舰，这个又是日本防卫省的消息，距离鹅銮鼻已经接近到200海里，是，也就是它近逼近的程度是足以在那边发动攻击了。邱国正说，不排除这可能是中共对台军演的一环，但目前还没有发现山东舰上面有舰载机的起降。所以200海里你把它乘以 1.8、欸、真的是360公里，非常迫近的距离、欸、也就是不到一天山东舰就可以开到我们的领海当中。而且还没完，除了山东舰这个是寻而未宣之外、这个都是外界情报，中方昨天宣布三天的台海联合巡航会出动海巡动六，也就是他的海警船对两岸直航的货运检查。哎，等等，我们上次是不是讲过有其中一个响定，除了解放军围岛之外，有一个响定是拦截你的 LNG 船，是他现在的响定就是在测试这可不可行啊，他在操练这件事情，现在会拦截你的大小船只登船检验。第一个，哎，这个是把台海变内海，这是主权的实践。是。第二，如果这个你们闷不吭声，下次我就是拦截你的生命线了，我就拦截你的生命动脉、哎。我直接告诉你，他现在拦截的动作在国际法里面没有办法挑战他，因为他就说台海是中国的内海，我有权审查跟判别，是跟检查所有经过他的货船。这一次还是比较保守，是只有两岸直航，就是从中国的口岸出来的要来台湾的口岸，不管是小三通或者叫直航，我要检查。但是我们刚刚讲过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哎，我们记不记得我们讲过二阶、三阶、四阶里面，二阶跟三阶都在西岸，对，首当其冲就在靠着台海这个地方。是，你 LNG 船你怎么进得来？进不来的话，你撑得了半个月吗？不要说半个月，现在最新消息是十天，而且因为我们的核二厂全部退役啊，是十天都是高估了。好，现在第一个，解放军在演练这件事情。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严重什么地方？我们去年就跟战略专家讨论过。第一个，他用的是海警船，对。
不是解放军的海军，对，没有宣战，是执行警察任务，外国不能介入。所以你看，他达到了阻碍你能源运输的动脉，但是他却规避掉了美国美军介入的可能。介入的可能。而且我告诉你，今天在台湾海峡，明天可不去南海。南海如果他说南中共海也是我的海域的话，你的船从马六甲海峡一上来 ，LNG 船在南海就被排检。我排检我也不要多，我看你储量就十天，我排检七天可不可以？等你到的时候，台湾的能源配比前几天曾经一度上到天然气跟煤的燃烧率占到89%。是。那请问天然气 LNG 船现在已被拦，我们后面的备转容量在哪里？所以网络上还有人讨论说，哎呀，你卖狗骗呐，海巡动六呢，只在福建沿海绕圈呢，纸老虎，哎，唬唬人的。骗人。结果这一位网友贴出来之后，第二天央视就说，来，我现场直播给你看，你看看我的海巡动六是不是开到台湾海峡，有没有办法跟你的新竹号对呛？就是可以。现在的状况是，不但兵凶战危，而且人家毫不客气、毫不隐晦的秀 muscle， 台湾到底怎么办？他微博贴那篇文，还特别贴上了去年 Nancy Pelosi 访台的时候围岛军演的演习区块，意思说去年我还用解放军，今年我用海警船，我今年更加把它定义为国内事务的时候，美方要用什么理由介入？这又是一个新的想定，而且台湾没有做好准备。好，学员带我们看到，就是蔡麦会的今天，蔡总统他说出，他感受到了加州阳光般的温暖，前线是春暖花开，是外交接受到史上最高层级的接待。我们当然觉得外交走出去是应该的，但问题是，活在岛上的是我们啊，美中台会来到什么样兵凶战危的新三角关系呢？我们先这样讲 ，BBC 直接出了一篇报道啊，他说，Is Taiwan in danger of being loved to death? 台湾是不是会被爱到死为止？那为什么？因为蔡麦会之后啊，台湾已经进入一个危险的三角关系。美方打电话给中方，中方不接，美方对于台湾的态势就决定了中方接下来的反应。而且这不但是三角恋，中间有两方要抢亲的人还断绝的联系。根本连所谓的热线或协商沟通，哎呦，你给聘礼多少啊？那我再加一点，连这种沟通都没有的时候 ，BBC 直接讲，台湾有可能被爱杀，爱杀并不是爱丽莎杀，而是因为双方都要抢你的爱。但问题是，到最后会不会擦枪走火？好，我们看到了，就在政府眼中口中台美关系最好的此刻，蔡英文总统寻求他的历史定位，他也做到了。但是放眼2024。居然纽时直接点名赖清德，他还不被美国接受，华府还不放心他吗？因为赖清德在这一次拜访当中，第一个他没有角色，第二个如果你去问智库跟当地的知台官员的话，我们问过在当地这个深耕很多年的政治学教授，他直接说依赖论很确定还是存在。因为美方不够了解赖清德，那赖清德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跟美方认真仔细沟通过他的立场的时候，到目前为止赖清德给自己的定论还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时候，别忘记美方是反对台独支持一个中国的时候，赖清德没有新的论述，依赖论不但未消，而且史无前例的强大。蔡英文证明了自己的可信度，但他没有把这个可信度分给他的潜在继任者。好，我们看到了纽时点名赖清德，到现在还不被华府所接受、所信任。那小英这一次的这个峰会有没有帮赖清德2024加分？好，那个蔡英文总统这一次的蔡麦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哈，以事实来看，因为在台湾挺蓝跟挺绿的这个观众朋友看到感受可能不一样。
支持国民党会讲说，你看这样很危险啊，台湾变成是，对不对？这个所谓的危险三角链当中，中国大陆可能都对台湾看到美国这样生气以后对台湾出气嘛，这是国民党支持者。可是你要反过来看哦，民进党支持者是士气大振，我们从来没有中华民国的总统，台湾总统，他因为他称他台湾 president， 对。然后你看他在那个雷根图书馆的全球直播上面给他的那个 title 是写 president， 好不好 ？Republic of China， 所以他其实是有连中华民国都写出来的。那这种时候，亲美派。好，可以说士气大振。事实上，先跟大家做今天基础哈，它确实是规格高。那再来就是蔡英文去了以后，观众朋友，国民党那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去美国？赖清德是现任的副总统，现任的总统都可以见到麦卡锡了，现任副总统为什么不能去？他等于帮赖清德开一条路。那《纽约时报》就更告诉大家说，2019年的时候，美国在看到赖清德跟蔡英文的时候，是比较相信蔡英文，而不相信赖清德。现在看起来状况并没有改变太多，但是观众朋友。蔡英文不被算啊，蔡英文不是我们刚刚前面在讲这个郭台铭跟这个侯友宜的竞争关系，不是啊，他已经不可能选的时候，他也只能支持赖清德。所以如果蔡英文把这一次的跟美国的关系推展放给赖清德，让他再去，而且萧美琴还在啊，那这样的话依赖论就会消除，而且完全走亲美路线。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相对应的，因为相对于蔡英文总统在美国，我讲嘛，我在我们节目跟大家说，就是他是亲美路线的极致哦，你看他现在见到麦卡锡了。然后呢，马英九是和中路线的极致，两个人都做到极致。但问题是在台湾，亲美跟和中的人口比例其实是亲美的比较多。你从那个反莱猪事件就知道了，可能70%-80%的民众是比较亲美的。那这种时候，如果你把总统大选打成是亲美跟亲中的对决，因为马英九去了以后讲说我们九二共识，两岸都是中国人的时候呢，国民党要不要接这个马英九的这个球？甚至这个球有点烫啊，变烫手山芋啊。那所以到时候蓝绿一做这样子的区隔之后。赖清德承接蔡英文的亲美，他自己也亲美，对赖清德2024来讲，我觉得其实是加分的。台海的决断时刻越来越接近了吗？观众朋友，今天晚上我们用这一张图清清楚楚来告诉大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之内已经第二度提出警告，会不会共军加速武力犯台，大家要注意。可没有想到，居然美国的海军上将跟我们的国安局局长陈明通相继提出这个时间点，2023，怎么了呢？他说2023最快共军犯台，而局长说2023可能会共军以战逼谈，所有都指向同一件事情，决断时刻已经迫在眉睫了吗？今天最新的是这一份法国知名的周刊封面 cover story， 它说明连地点都告诉你了，台海决断时刻，高雄很可能是共军进犯的首要目标。今天下午好好带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他们掌握到什么样的情资，兵凶战危就在眼前吗？好，这个法国的重点周刊 The Point 啊指出啊台另一次的这样一个威胁呢，其实呢就是台海当面的这样一个状况。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整个八月的时候，大陆那时候在美国的这个国会议长裴洛西来台湾之后，紧接着马上宣布了围台的这样一个环岛的这样一个军事演习，而且标定了多个目标区进行演练。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一看到那个图啊，我们说真的还真的吓了一跳。为什么？因为这代表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啊，非常的认真且负责，因为它框了六个区域，而且这六个区域啊，各个啊点向我们的死穴，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北一南。东北的这一块跟西南这一块，对，那这一次法国的这个周刊呢、啊，他就注意到了西南这一块为什么会是未来台湾非常好重在防务上要需要很重要，而且是中国大陆非常注重的一个关那个点呢？就是首先，其实以台湾来讲，台湾最大的港口啊是在哪里？是在高雄。高雄在过去啊，其实曾经大到就是说是全世界前二、前三名了。当然，现在因为随着台湾的这个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转型，它现在呢至少也还是世界第17大港哦，而且它的那个吞吐量每年有1.2亿啊，这个公吨的这样一个那个货物量，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呢，它这之中啊，其实啊，我们台湾呢、啊，进跟出哈、啊，基本上来讲，大部分都靠这里。像比如说出口哈、啊，我们的这个所有这些产品需要用货柜装的，对，同样进口包含民生物资啦、啊，各种的这个散装货物啊等等，也都进到高雄港这边来。最好也就是说，今天高雄港在台湾的这个位置，就跟啊整个乌克兰之中啊，它在南部一个重要的港口叫做马里乌波尔，它的这个重要性基本上来说是非常一致的。哇，你说亚速钢铁厂打得要死不活的马里波，现在堪比高雄，就是台湾的马里波，而且高雄重要的地方在哪里？我们甚至怀疑八月份的这一张图的导弹，他们是不是已经在演练了？观众朋友你要知道，他画出来这个弹着点的这个地方，距离高雄，
居然只有20公里。这个地方的重要还在于能源的供输，哎，我们的石油、我们的天然气，多少是从高雄这个地方进来的？其实我们的石油、天然气很大部分就是从西部那个各个港口进来。而且今天我们讲到高雄，它重点、重要、重中之重在哪里？因为你可以，我们刚刚讲到，它那次的这个整个围台啊演习的这样一个区域，画的这个区域最近的地方，你看在这里，大概离台湾大概才20几公里而已，离我们的那个领海已经非常非常近了，甚至有一部分还跨到我们领海里面。同样的，其实啊，日本跟哈那个周边的这些国家很多重要航线也都会经过这个哈台湾西南区域。也就是说，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大陆如果能够卡住这一块，基本上来说就卡住了台湾的咽喉，甚至于可以利用卡住台湾这一块咽喉呢，啊，让好周边的国家可能啊必须要接受不能协助台湾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夏伟现在讲到了一个重点，高雄港它多重要。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提过，从高雄港到越南的金兰湾，到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这个黄金铁三角会是扼控南海最重要的战略高点，居然。这个周刊直接就点名了，共军要拿第一个拿高雄，哎，对，而且高雄港其实对好这个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样一个，虽然说美国现在在台湾无驻军之实啊，但是啊，高雄港哈在整个哈美国西太平洋地洋的一个目前所面临到这样一个状况来看也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其实美国的科研船啊、科考船啊，这些科考船啊，像3不5时啊就会来到台湾的高雄进行补给，像比如说这艘船呢叫汤马斯号，对，当然它是由美国海军啊海运司令部出资的，但是现在是由美国的这些啊民间大学。所营运的，那其实你说民间大学怎么可能营运得起这么大的这样一个科学研究船嘛？所以那这个情况呢，它上面哈进行科学研究所获制的这些资料，其实就成为啊这周边啊水文的一个 big data。大资料库的一个部分，所以他收集以后，其实你说是美军不会用的吗？其实我跟你讲，刚好相反，相对来说，他所调查到的这些资讯是对美国军方来讲是非常重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汤马斯号，也就是这一级的这个美国的这样一个研究船，它其实跟我们海军的像这个达官舰很像。我们的达官舰本身呢，它呢包含像身上带的这种测扫声呐啦，然后水底这个遥控载具啦，然后包含盐度、温度的这种那个测水温的测海洋盐度的这些东西，它来这里干嘛？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做非常详细的水文资料调查。大家想说，哎，盐度、温度跟你这个海军作战有关系吗？关系超大的。我跟你说，今天以潜水艇来讲，潜舰来讲，潜舰呢，它好就会啊非常能够那个掌握到海洋中水温还有盐度的这样一个变化。因为你看高雄港的这个地方不远就是一个高平溪的出海口，所以啊会有大量的淡水灌到这边来，所以就是说这边底下的水下状况其实是非常诡谲多变的。所以美国需要借用这样的科考船去长时间收集这样水下资讯的一个大数据，因为你真的在打仗的时候，如果说今天温度不一样，其实你知道吗，就有可能啊造成船上的这个声呐的这个音波会折射。所以有潜舰的啊那个舰长，只要说万一好发现上面有那个船在跟踪，这个时候他利用不同的温度的层啊，就可以躲掉敌方的声呐。所以你说这个科考船在这个地方出现，代表了美国对这个区域的一个重视。所以这个地方太敏感，你可以想象过去发生过的，现在潜舰对峙会不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会是2023吗？会是在高雄港周边吗？好，这两个问题的背后，我们只问我们有多少能力可以防卫台湾，确保共军不会越雷池一步。一如昨天报新闻的研判跟预测，观众朋友，美台如果要联手共同生产军备的话，最可能会是什么？两个字，弹药。今天有更多细节了。我们之前也跟美国购买了相当多的这样一个武器，对不对？那开始在逐渐交舰。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买的这个台岸制鱼叉飞弹呢，它要交货要延期。为什么会延期呢？因为哈，我们这次军方他们说对台输出的这个型号呢是 RGM-84L。哎，我们看到 RGM-84L， 其实说有点失望啊。为什么？因为是代表这是一个旧弹，以目前来说不是生产的这样一个新弹。但是哎，很微妙的，后面 L 后面加一个 dash， 要加一个 U， 这个 U 到底是什么？是 update 吗？性能提升吗？但是以我个人的了解，现在由于这批弹确定是由旧弹来做，但是旧弹鸟以美国来说，美国今天把这个东西卖给你，它可以做一个工作叫什么呢？叫做整新、整理、更新、翻新，也就其实也符合这个 upgrade。那这个 upgrade 它其实就可以换掉里面很多的东西，包含这个燃烧药啦，甚至包含这个导引组件啦，或等等这一系列这个弹头，或可以做得更好了。也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最后买来原先是RGM-84L 的壳，但其实里面装的
全部是新的东西啊，变成这个 RGM84L-U 啊，这个 U 就代表就是啊，其实有可能是啊涉及啊经过性能提升的。那当然，原先的 L 它的射程只有143公里啦。那当然，新的弹到底能射多远？经过哈它这样一个翻修整新啊，跟更换一些里面重要零组件之后，这个飞弹射程说不定可能可以借由这个 U 来变得更好。这个太重要了。就在共军现在长期派军舰要展开所谓的灰色作战的同一个时间，我们看到了珍藏版的暗制鱼叉，现在希望越快买到越好。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防空现在也有新亮点吗？对，当然这次啊，美国啊，在这台出售的这个军售之中啊，台湾其实啊，基本上来讲，空军啊重新开启了这个天准二号的这样一个作业，也就是购置的这样一个作业。那这个购置的作业是什么？它呢，其实本身是锁定啊美国的 NASAMS 的这个防空系统。这个 NASAMS 这个防空系统，它的精髓在哪里？就是我们刚刚前面看到那个会转的哨兵雷达。这个哨兵雷达它本身啊，其实可以侦测大约7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范围跟距离。但其实我跟你说，这个系统里面最重要的部分还是在于它的弹。那当然，这个弹里面哈有包含弹箱，弹箱是挪威造的，所以呢，当然如果美国要卖给我们的话，也要取得挪威的这样一个同意。但它里面的弹呢，它其实有包含使用 AM120，AM120 它当然如果是陆射型的话，射程会比较短一些啦，因为你战机它飞得快，已经有速度了，所以它可以打到100多公里。但是陆射型的话，大概通常是30公里上下。那这时候其实它又还有包含有可能会有最新的那个 AM120 啊，增程型，也就是甚至于它的弹体长得会像哈这个美国标准防空飞弹很像的那个啊增程型的话，也有可能哈是变成啊这个天准二号 NASAM 的飞弹系统里面卖给台湾的。最其实最重要最重要，我们除了有这个哨兵雷达之外，还有呢最重要，它这个还可以纳到 Link-16，也就是它可以形成一个共同的这个战场图像，也就是今天防空飞弹哈那个部队它在外面它进行要地防空的时候，它其实可以接受来自包含高山站台、空中预警机啊，甚至海上舰艇，然后把这个所有输进去的这个资料构成一个完整的战场图像。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哪个方向有敌人来，这个时候我们的哨兵就可以先预做准备，然后敌人来的时候给他迎头痛击，先自助才能人助。我们刚刚提到了暗制鱼叉，它甚至还可以增程，希望赶快到手。人助谁来助呢？我们今天来告诉大家，日本居然完成了这一项的魔改，它如何在西南诸岛对整个台海甚至一直到巴士海峡做出最广域的防卫呢？好，其实现在哈那个台湾海峡或者说台湾周边海域，其实对日本的海上生命线来说关系也非常重要。所以呢啊，日本的这个石油跟工业原料的这个关键控制的这样一个航道就在台海周边啊。所以对于那个日本来讲，俄乌冲突啊，让这个日本也重视到台湾周边的这个海域的这个重要性，对日本来讲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呢，我们看到最近日本防卫相啊，前几天他去哈去参观了他们日本的这个飞弹的这个研发的这样一个部分。对，因为问了为什么呢？日本的这个飞弹研发的这个三菱公司呢，向他展示了12改。好，什么是12改呢？也就是12式反舰飞弹的这个增程的这个改良版曝光了。但是你看这个曝光也很妙哦，你看这几个人啊，通通站到这个12式啊改良型的这个飞弹前面，都被你挡掉了，一直排开，就是不让你看到飞弹太多的细节。因为原本的这个12式反舰飞弹，基本上来讲跟啊鱼叉飞弹有点像，放大版或者说是好那个一个放大版的鱼叉飞弹。但是你看从这个新的飞弹呢，它这个后面所暴露出来这样一个构型，你看，哇塞，那根本跟原本的12式反舰飞弹完全是两种，改到妈妈都认不出来了。对，真的改到妈妈都认不出来。首先，第一，它用了岩层机翼，从这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它上面有岩层翼。第二，甚至你看它的这个火攻段就是它的这个推进段呢，甚至有可能采用这个所谓的冲压这个方式，让它有可能是说不定是超音速的等等，那不一定。但不管怎么讲，它这个增程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它从现在200多公里的射程，要能够提升到接近1000。哇，从200到1000，夏伟那。12式的增程反舰飞弹，它会布防在哪里？好，原本哈它的这个12式反舰飞弹就已经部署在它这些西南诸岛。对，那这个西南诸岛画出去，如果1000公里的这个范围，其实就已经这么大了。那如果甚至于再往前到与那国岛的话，距离可以更大一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说对日本来讲，它就要希望能够借由它这个12式反舰飞弹，在周边形成一个日本自卫队所能够控制的飞弹封锁的这样一个系统。我们看到了美台同步图上兵推，所谓何来？为台海实战做最后的准备吗？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辽宁舰持续滞留台湾东北海域超过了10天了。这片水域太敏感，不但抢占了我军后撤东部战力保存的重要水道，这也是美日一旦援台必经之地。美国兵推共军攻台的3个阶段，说连自由女神都有危险，这些事情会发生吗？
这次啊，我们汉光的兵推从今天开始啊，一连五天到这个礼拜五为止。那一连五天的汉光兵推，今年怎么推？今年跟过去大大的不一样。为什么呢？过去我们都是电脑兵棋啊，电脑兵棋是怎么推啊？就是今天大家都知道啊，国防部旁边的那个原来以前三军大院那个叫五义德楼哈，就是把五义馆哈，五义馆。那武艺馆里面它其实有两层楼啊，一楼跟二楼它都是各自封闭的啊，两个那个房间。那攻击军啊，就由现在的这个三军大学啊下辖所有的这些教官们，然后组成一个联军，然后进到其中一个房那个一层楼里面。防守军就是由我们现在所有包含啊这个联兵旅级啦，还有包含这个海军的这个舰队长啊，然后空军的联队长啊等等，好，通通进到里面去，然后彼此啊那个由统帅官下状况，然后双方各自啊去依照状况去进行攻击跟防守。那这个时候，然后经过五天之后，借由电脑兵棋推出来结果啊，告诉大家今年汉光叉叉号结果如何啊？但是今年汉光38号跟过去的电脑兵棋的推演有很大的不同，是它要改采图上兵推。哎，我问你差别在哪里？我们的理解是兵推就是一个模拟的过程，然后实兵验证，我们真的会看到它打出炮火。但是这个兵推，你说今年跟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往年都电脑，现在是真的在图上兵推，它跟电脑差别在哪？一，首先我们讲到，它这次呢就把一个战区小总长这样的一个概念要引进去了。什么叫战区小总长？如果以台湾来讲，基本上就是北中南东四块，对不对？那这里面呢，其实啊，因为我们知道，以战争如果真实发生的话，是你有可能彼此之间通讯那个被截断，也有可能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做一个叫做跨区增援。好，那这个时候就由哈各战区的这个战区指挥官来担任战区的总指挥官，然后来进行各自分头抵抗。因为你有可能是北部遭攻击的最严重，那但是你中南部双方那还是在待机，然后而且呢也遭受到敌方的兵力攻击。那也有可能是花东被袭击，我们上个礼拜不是也跟大家讲了吗？但这时候我们刚刚讲到战旗图上推演，图上推演它最大的一个部分呢，是比如说它可以增加一些非军事因素，譬如说哎，我现在那个电缆被截断了怎么办？我现在电力供应中断怎么办？我现在这个地方发生了这个自然那个灾害怎么办？然后我有各种的非百分之百的由军事，但是呢，这有在战争中可能会伴随而来的状况。然后这个时候，你战区小总长通通都要去设法解决。像我刚刚描述的，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让我们有很强的既视感。俄乌战争的现况就是这么多变数，时时刻刻丢进来，你最后就缩小变成小范围的独立作战。难怪这个叫做战区小总长的概念第一次看到哎，对，所以呢，其实啊，甚至啊，对我们台湾来讲，我们未来也需要去争取一些更多的这种不对称的这样一个兵器。例如说，你看，像这次你可以看到，在俄乌战场上，这种小型的弹簧刀式无人机，其实呢，就是这种小型的油弹弹药，是它很轻啊，一个大概2.5公斤，对，一个正常士兵可以背4个。因为你说你在战场上作战的时候，如果说你今天碰到你看到有敌军，你要对他进行这个火力攻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当然你可以那个叫 H64 H1，然后你也可以叫你自己的炮兵进行攻击，但是好这些哈，你叫号召这些火力支援的时候，它都会有个时间差，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先，如果我们能够有自制的台版的这种弹簧刀无人机，或直接跟美国买到这种油弹弹药的话，这个时候你其实你距离敌军可能很近，这时候你一个步兵一个人可以背个大概2到4个，你拿出来直接用你的战场火力支援，既及时又致命，而致命，而且呢距离很远，可以到11到80公里远。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的乌克兰战场启示录，你看看油弹弹药弹簧刀无人机立功无数，你这让我们想到了，我们之前讲过陆军现在有个最新的想定跟一个所谓的部队的规划叫什么联兵营，对，当第一线跟对手短兵相接的时候，这个就是油弹弹药，它是探子，它也是杀器啊。对，像这样的这个我们讲到弹簧刀，因为它本身具有一个光电征收口，是等于说你把它放出去以后，它可以看，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到吗？距离11到80公里，它飞出去以后，在这它的这个电力啊能够使用的时间之内，它先看到敌人在那里，是，然后敌人在那里，透过 AI 的这样一个设计之后呢，它就可以直接由攻击手所指挥，然后呢下冲下去对敌方进行攻击。夏伟给我们看到啊，从今天开始一连五天的图上兵推正在时时刻刻分分秒秒进行，最后兵推出一个结果，我们怎么打赢不对称作战？这里我们看到是弹簧刀无人机，我们会去需要的。我们还会需要什么呢？我们甚至你看，因为现在以台湾啊，弹道飞弹防御啊，其实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是怎么呢？因为如果说今天你要进行好这个弹道飞弹防御的时候，其实虽然说，你台湾不是已经有那么多的爱国者，你自己也在开发天空山，但对不起，今天如果说我们面对大陆的这个地对地弹道飞弹以及各种这个那个长程的这样一个飞弹来说，其实相对来讲，我们
整个飞弹防御网并没有完全的这个构建完全。为什么？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是缺啊，像 SAD， 也就是所谓的战区啊反战区弹道飞弹的这个防御系统中的高空层系统。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之前的兵推啊，我们也就曾经跟好那个认为我们现在这个阶段需要是什么？标三中段反弹道飞弹。下面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已经有爱国爱三了，我们都觉得爱三已经是最厉害的防空系统了。我们为什么还会需要标三中段反弹道呢？这张图告诉大家，其实你看啊，今天如果说我们以这个地对地的这个弹道飞弹来说的话，当然 ICBM 那种洲际弹道飞弹的射程最长，但是它的弹高也最高。那通常呢，它如果说今天啊，这种弹道飞弹有一个特色，就是如果你打得越远，它的那个弹道的这个高度通常啊会越来越高。对，是。那但是呢，如果说今天我们以我们的拦截器来讲，是我们现在有爱国者，然后我们也有标三，但是我们能够拦截的高度大概到哪里啊？其实大概是现在大概50公里上下，50到60公里上下。但如果说今天以台湾来说，接你哈，像以那个美哦，我们啊，现在如果说能够获得像这样一个标三防空飞弹的话，它的射程大概是500公里哦，射高到160公里。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在台湾中间摆一套的话，基本上你的射程左右的射程加最大的射高，基本上就可以把整个台湾岛通通涵盖进去。当然，并不代表就是你有了标三，你就可以优高枕无忧，什么事都没有。代表就是说，今天标三可以在对方的地对地弹道飞弹射过来的时候，你可以拦截第一批，然后再让你的攻三等等拦第二批，然后再让爱国者拦第三批，能够让它掉下来的数量越少越好。而且很重要的是，因为它本身拦截范围高，相对来讲，也就是说，如果因为好，如果有那个台海发生冲突的话，原我的这个友军基本上会从东边来。那东边来的话，今天对于攻击军来讲，他也不会把所有的飞弹通通送给你啊，那通通拿来打你，他也会留一些准备给后面来援你的攻击军。那这时候，如果你有像标三飞弹，能够在台湾的后方哈，或者说台湾的中间，能够哈把这个防空网撑起来以后，那同样的也可以大量减少未来先飞到驰援的友军的头上，多重要！1999年，五角大厦就做出了这套报告，一套标三，一套足够撑起全台湾的防空保护伞，争取更多的预警时间。刚一开始跟大家讲过，从这个礼拜开始，真是非比寻常的一周，不只是我们汉光兵推正式开始。美军智库也在兵推出什么样的剧本？好，其实这个美国智库啊，它本身呢叫做新美国安全中心啊，它基本上来讲，它都做了一套非常迥异于以往的一个兵推。因为用那个它的这个兵推的过程啊，它其实主要分三个阶段。分三个阶段，也就是说，如果当大陆要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的时候，那时候为了那个时候很重要一点。过去以往我们都认为哈，如果说那个大陆要对台湾直接攻击的话，一定是把主要兵力通通集中在台湾嘛，对不对？但是他好非常特别是，他还认为除了攻击台风金马之外，他呢包含像驻日美军，还有说关岛，都在他的第一阶段打劫范围。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以美国来讲，美国是最有可能出动援军援助我们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中国大陆要进行区域拒止的话，那不能说只有到周边才可以进行区域拒止，就要做源头打击。我们讲源头打击，对共军来说也要做源头打击。三套剧本的第一套，你就立刻把美日都卷进来了。对，然后呢，接下来呢，他还要把继续啊，就对美国的西岸进行反区域拒止哈。他可能接到第二阶段会甚至于打到夏威夷。为什么打到夏威夷呢？因为夏威夷是太平洋舰队的根据地。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要援助好西太平洋的这个我军的话，那个他就会由珍珠港这边派遣军队到台湾来，大概需要5到7天左右。是。那这个时候你说他就攻击第二个阶段，因为呢，除了第二个那个攻击第二个阶段，而且这个时候他还要对台湾进行登陆作战，而且登陆作战之后呢，就把你台湾区隔成南北两个方向，然后呢，让那个在我们的等于我们的部队就必须要在台湾里面呢进行这样的区域互打，也就是。所以他第二阶段他要登岛，登岛他不是攻占全台，他直接行斩首行动，直接拿下台北盆地就好了，或者甚至于攻击南部，然后由南部来攻击北部，或者是说攻击东部，然后东部来攻击北部跟南部等等，他借由这样一个方式来那个进行那个岛内互打。是。那但是呢，还有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说这个阶段如果美军来的越来越多的话，那这时候他要制止美国对台湾进行下一个阶段的大规模的支援的话，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要对美国的本土发动一个攻击，或甚至于呢在美国本土附近进行一个核爆，然后借由核爆来威责，让美国不会插手两岸冲突。好，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介入跟反介入的作战，如果到时候他还起战端的话，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根据这个兵推，那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讲，我都已经兵推到你会打到我头顶上了，美国该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美国陆战队的这个司令伯格将军他其实就讲，在这个情况下，那美国其实就必须要强化西太平洋地区包含对威胁环境的这样一个补给。也就是说，我讲到这整套的这个剧本，三套剧本演下来之后，结果呢，其实就是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美国现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力第一不足，
第二，基地啊相对来说受那个太过于脆弱，如何能够强化好西太平洋地区的驻军的安全战力保存能力，以及呢强化美国在这个区域中啊兵力调动能力，成为美国未来能够在区域作战呢、啊、能够成功的非常大的因素。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甚至啊也更将依赖啊什么呢？美国在第一岛链的盟友，包含像日本啦、啊，整个这样的这个一系列这个岛链下来，都会成为美国非常重要的基地。所以你看，美国最近啊在日本的三泽基地，米沙瓦啊跟日本的这个三泽基地的这个飞机呢，包含你看美国的这个 EA-18G， 然后 F-35， 然后美国的 F-16， 三泽有 F-16， 还有日本的 F-2 战机，还有日本的加油机等等，通通一起进行了一次大象漫步。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五七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